哦，这么快！现在揭晓第十位通关者，他是吕彦良。祝贺吗？哟！我该干嘛？你要上去表演个节目？对，现在就是你要清唱整首。没有啦，祝贺你，祝贺你。好，我们抓紧时间下一个话题。那个派派也整理了一些词条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。普信，后继无人。碰瓷，花瓶。潮人恐惧症，听得要睡着了。录音棚歌手，自信与实力不匹配。原创一般，听不懂在唱什么。有看到写自己的吗？我看到普信在说我。为什么？那个第一期的时候，其实我状态一般，然后讲的一些话其实不是在那样的状态讲的，但是会让人引起误会嘛，就是被大家会误会调子比较高，然后完了之后那个弹幕上就全都是普信普信。哎，土人人看到哪个是写你的？你觉得？看到土人就有潮人恐惧症。我就奇怪，我就看这潮人跟我土人有什么关系？原创一般会是说谁啊？那个原创一般说我。你觉得呢？你自己觉得呢？我觉得我的原创非常好。耶、yeah. 还挺刚。听得要睡着了会是说谁啊？老文。哎呦，就是我觉得能睡着，能好好睡觉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嗯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不是坏事了。哎，但是话说回来，我觉得，懂人懂，不懂的人睡着了也无所谓。对，其实想要分享一下，就是当我们愿意站在舞台上的时候，就肯定会去被比较或者是批评这件事情。当我活在人能给我的一个鼓励的话，那我就会败在他们的批评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回到原点，我当时为什么要在这个舞台上，我的重点是什么，我的乐趣是在哪里，这个才是最重要。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然后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个时刻，别去真的想任何其他人对你们的说法或者怎么样，因为你的价值你的身份只有你们可以去定义。不要只把自己仅限于一个非常狭小的格局跟圈子里面，懂我什么意思吗？ Fools party, kings celebrate, 加油。现在揭晓第十一位、第十二位、第十三位通关者。这还不到终点。走。韩聪聪，啊，祝贺聪聪，耶！太一李昂星，好，祝贺太一，祝贺昂星，开心。当前第四关仅剩最后一位通关者，将在王雨辰、李浩宇、邓典三位当中产生，其余的两位将面临离线，直接离开。那么虽然不知道待会儿会有哪两位离线，我只说一句，山水有相逢，我在别的舞台等着你们。谢谢大家。青年有派，燃出自我，怕上火喝王老吉，现在进入王老吉超级派时刻。现在三位的结果已经放置在派岛，请共同前往领取查看。走了。每次我都在最后一个。拜拜传奇。我期望在后面的比赛里面不会走。我是终于找到享受舞台的那个感觉了，我特别想留下来。自己还没有全盘托出，肯定是希望自己能走到最后。
对邓典来说，现在离开舞台是一件可惜的事情。我每一轮都祈祷浩宇留下。爷爷，缘分续上了，很高兴认识大家，缘分续上了。哎，看看川瓷吧，看看川瓷吧。没事了，节目不是终点。我在这儿感受到了很多来自选手、来自大玩家们的爱，还有我自己对舞台的爱。这爱让我一直在往前走。我出去到任何舞台，我都会更好的。大家给予互相的爱，我觉得是源源不断的。所以我觉得爱是永远不会让我们止步的。虽然有遗憾，但是在未来你们看见我的时候，我会更加努力，在更多地方发光发热。我刚刚在里面忍了好久，我很早就想哭了，我终于可以哭了。你今天情绪控制特别好，我觉得。哇，我今天 OK， 让我哭一下，让我哭一下。好，你先哭。